哇，它咬的那下非常香啊，就是非常有感觉。对对对，它就一直动。关键他第一下已经咬了，我把它拔起来了，我想哎这感觉不太对，我又把它放回去了，它又咬了。对，没有没有，这叫它阴两下。对，现在应该太阳多的地方就没有，要么就是可以吃了，完了。这么大一个，比视频里的还大。来找个地方养起来。可能还有，刚才好像咬了两口。那很那是红桃哦。那很有可能，因为我放的是同个点。可能是夫妻呢。对。哎，就我 snag。snag。哎呀，文奇钓的第一条。你这是什么姿势？收啊，收线！收啊！转它，转它！没事，让文奇第一条先转上来。笑死了！来给个特写。哇 ，good good。来，快点下来吧，去我那儿。来，我帮你。我帮你摘，哇！紧接着第二条 ，Monkey Face， 今天有点成功哎，还可以还可以，比我的稍微小个一号而已。哦，快点展示一下，我哦，啊，这个简直了！哎，你们俩要一边拿，哎，把这只跟那一只快点结合在一块儿。这个还可以再用，这条明天可以钓六号，可以再用啊，放下去。之前那个点真的超级棒。对。你去吗 ？Let me 试。哇塞，孟总！嗨，超级小，这是我钓的最小的一只。我太神奇了。那他怎么办？他把它放了吗？还是要？哇塞，你今天太厉害了！你要把它放了吗 ？Monkey Face Seal。嗯，还是挺漂亮的。看今天的收获，是我的。哦。Monkey Face， 它已经挂了。哎，你这个它挂了。哦。没有没有，它在呼吸，你看这个。它明明好好的啊。不太一样。Monster， 哦。Monster， 哎，一看这个 size 就不太一样。我们那个，哇哦。还有我们那个小的那些都放了。来说说你的感想。嗯，我觉得 size 不